同学们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二年级华文第十八单元课文一，好事情。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接着下来我们要学写生字，同学们请记得，书写生字时要确定字写在田字格的位置。请同学们认真看并用正确的笔顺写生字。功，构词，功德，功能，用功。功课是指教师布置给学生的作业。例句：我做完功课后便上楼睡觉。写，构词，流血。流血是指受伤后血液从血管里流出来。例句：明华跌倒，腿流血了，老师赶快帮他擦药。扶，构词，扶梯，扶贫，扶助。扶是指用手的力量使不倒下。例句：爸爸小心翼翼地扶着奶奶过马路。乖，构词，乖巧。乖的意思是顺从听话。例句：弟弟妹妹乖乖地坐着听外婆讲故事。盘，构词，盘问，盘查，盘算。盘是指存放物品的前底的器具。例句：晚饭后，弟弟把盘子收拾干净了。井，构词，井水，枯井。井，例句，乡下外婆的家有一口水井。抬，构词，抬头，抬轿子。抬是指往上托或者举。例句：妹妹看到陌生人，
害羞地不敢把头抬起来。摸，构词，摸索，偷偷摸摸。摸的意思是用手接触。例句：老师摸摸我的头，称赞我是个乖孩子。贝，构词，贝壳，宝贝。宝贝是对小孩子的爱称。例句：孩子们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进行猜字谜小游戏，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字谜的题目：工作要出力，猜一个字。工作要出力是一个功字，功课的功。努力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金钥匙。同学们，只有自己去努力奋斗，才会获得这把钥匙，去开启成功的大门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，谢谢。